大流雪啊！这不是大流雪。哎呦我去，真是够胖的。小半个半个。就是。哎，小半个半个。大半个半个全是这个。那我们看它的小型的也不错呀。哎，真漂亮，相当相当相当漂亮。啊，这个地方收费。啊，挺好。进去吧。准备停。收费，自己买票。没人吗？对，米瑞玛。叫米瑞玛国家公园。自己买票。自己买票，看看怎么买。看明白了吗？15块钱一辆车，最多能进12个人。8块钱一个摩托车，我们肯定要买15块钱的吧？啊？15块钱的吧？7块钱 per bus 是吗 ？Coach passenger。你要是坐 bus 一个人头7块钱。这有点像小乌噜噜那边。石头形状稍微不一样一点，很神奇的颜色。没什么人啊，没什么车。太神奇喽！国家公园居然一个人都没有，除了我们。这是停车场，哦，这是停大巴的，我们要继续往前走，可能里边有人收费。照这个上面，太神奇了吧。过分神奇了。终于在这里能停车了。我们要停下来。看在上面，看在上面。